实用住宅改造达人周建志设计师，擅长规划各式屋型，符合居住者需求。此案以休闲风格为基调，将16坪小宅打造出活力绽放的舒适感受。因空间坪数较小，避免将格局过度切割，因此以开放式设计打造客厅与餐厨空间，绽放视觉感受。在立体墙面后方做了大面积的收纳空间，不仅赋予空间利落的视觉表情，同时也提升了使用机能。厨房设计整体以白为基底，缔造视觉放大效果，写意 L 型橱柜提供使用者流畅的使用动线，成就屋主向往的梦想厨房。紧握空间，减少繁复的设计工法，以优雅的配色原则回归纯粹设计。居家颜值透过周建志设计师掌握，将小宅的使用机能加倍放大，打造出让人惊呼的空间表情。